百等个情况买五百，有人买无五百，后边到位，我去处理。到人买保利龙，啊，还是要让你去处理用的。姐，你手要跟到手哦，你去处理一下哦，谢谢。手要到人买来，无你来对抗。来对啊，你买啥我来袂少你好无？你要吃啥搞弄个？是嘞，你搞个上好吃，日本的青柑木瓜。你到人要吃白带鱼。白带都会用煎的就好啊，要煎卖五百卖四百，新加坡来三百块了。白带到后尾来白带，我跟你讲哦，现场干嘞一个人就搞，要来一个就好啊。我这地够伊，这六地啦吼，这五地这无卖，送你一个客钱，免五百三百，要不要？来边啊！哎，无，没有了。来，来你后边沙菜有弄我先。来，我这来。你敢买去日本佚佗过无？啊，你迄个药膳猪脚嘛无？拢无要紧啊，做一摆来。来，我来甲你介绍一个上好的鱼啊。其实，若讲鱼啊有鲜无鲜哦，恁遮各个人的目睭拢比我较厉害。来，啥物叫现切蛇鱼啊？这个叫现切蛇鱼啊，把分个分个，这个叫现切蛇鱼啊。这绝对不是平日恁当过三块五块起来卖的啦，这现切蛇，这间工厂还冇配啊，切偌济我收偌济，切了落来，切了落来，安尼有鲜无？我带你心中甲你介绍出啥物鱼啊？好、哦，来，这阿六块哦，分给阿分给阿六块哦，来，这位日本进口去吧，这个日本那个鹿儿岛，日本鹿儿岛的那个青柑鱼、青柑、青柑鱼、青柑，恁这人应该捌去昆丁佚佗嘛，捌去海山那吃一块红柑无，红柑啥西米捌吃过无？这青柑是红柑是同级的，同等级的，这规包全部都是胶质，这等我。那鱿鱼什么卖？等我一下，可以吧？好，我这个先卖一下。而且啊，你来早一点不了，你煮米色都一包了五百，来，来，五百加五百，我这。来签了。今仔日你若要吃日本鹿儿岛的青柑鱼，要吃高级的，你客气啊。我免让你开，先开八百，开六百拢免啦，五百上面也五百。来五百。我让你买到什么叫青啊？你煮汤话，你会怎有青啊？无青啊？来五百上面吃五百块。哎，五百啊！有人要食这青柑的无？青柑鱼的无？五百块了。啊，这有当时啊，买着好物件吼，恁食好嘛？真正这个深度你吃，你就知影，一分钱一分货。恁全部人家听我讲，我一百块你，一百块你，你相信我，一个人加客钱，你五百好无？五百啊！我一百块你，这青柑鱼、青柑，这足高级的鱼啊！你相信我，哎，这免好笑，金龙三四五六个人配落啊！五百上面五百块，五百。有人要吃这个有胶质的鱼啊无？这个那龙胆石斑那整包都是胶质哦，注意听啊！我三包青柑卖你偌济？卖恁五百块了，我一包等于卖你170块啊！你注意听啊！哇，恁食到啥物叫上青的鱼啊？我一包不爱卖，我一包要送你，我一包给你，我四包给你啊！我四包，你相信我一摆啦，好无？你相信我一次，你若要食上青的，你买这啦。啊、哦，全部四个，我一包卖你偌济？125块，我就让你吃到青柑鱼啊！来，今仔给你新客钱的人客，我来讲，我一包嘛无爱卖一包给你，一包给你，全部客五包同的三个客钱，我嘛没有了，500块了。大姐，我大姐，来这我要吃青柑鱼的嘛，500块，报对不对？你相信我，用真的用吹煮汤拢做好吃的500，最后一个五，哪里无？最后一个300上面去了。刚才看了这个鲜度，你就知啊，这个唔免偷笑。这你当个你啊退冰会，你早头半点钟我还保证看了规包全部拢会啊。最后这个300上面，300，最后一个300块好无？没有了。边啊？这300都要我包啊！来，谁要吃这个？来这边加300就好了。这几条300，这两条300，来这个3条300好不好？这个4条给你300好不好？来，我来看5条给你300块了。来，今天给你新客钱，我再一条给你，6条给你，来沙发上面加300，来300啊！还有人要吗？我来讲啊，我要加一条啊，给你，再加一条给你了，300了，来沙发，这哪边是章鱼脚的不？沙发有够甜的啊，沙发拢有啊，好啦，人家要点啥？这月亮虾饼啊，以前哪块多进有虾啊，一包哪块有两块，一块百二，两块240，鱼啊是加鱼啊是偌济？480、380、350，全部变新价钱，一包两块，吃无遐退钱，300。来300，一包变少的，一包过你，全部八块新价钱，我一包过你，300了。最后一个300上面就300。月亮虾饼好吃又便宜，一包过你，300够两块钱了无？300还有要吃吗？300。拢有啊哈，多谢多谢，谢谢，感谢快哥啊！最后两包120块上面写、欸、全部没有鲍鱼，鲍鱼啊！哎，哥、欸，你摸，我还摸了，你摸。
包你包你抹的，找找找你那个抹，大哥我来抹了你们抹，你来抹，你来大哥弟弟，多少个？看到两次的小男生。你讲要吃什么肉？要吃啥肉？讲完。你讲要吃这沙茶羊肉，这羊肉炒蒜头辣椒的，这一包八百，两包三六啊。这羊肉你今天炒，我买落去加五百，加四百。要吃羊肉先给钱三百块。来三百。我来要吃沙茶炒羊肉的哦，三百块。我还讲我羊肉拢无羊肉的，你赶快炒看嘛，羊肉有够嫩的。金龙沙四个，六个人家好不？来七个人家好不？四个客人好不？八个人家好不？九个人家好不？我只有十个人家敢好？我无甲你画五百，我无甲你画四百、三百嘞啊！一百块，一百块哩，一百块哩，一百块哩，一百块来，三百块，人要炒的无？三百。三百。有人要炒羊肉无？三百块嘞啊！一百块哩，一百块哩，三百有人要无？三百。你全家了吗？拢无啊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啊，无我给一百你啊！来三百，人要炒的无？三百。来三百啊！羊肉，一包卖你斤九啊嘞，你是？三百了，你要炒吗？高景，姐姐。来三百了，好，谢谢啊，美女。等一下找哦。姐，你先进来哦。来，听好啊。你今日搞买三百，我搁加一包哩。一包羊肉，你来炒嘞，有羊肉现捞，还是讲羊肉一定去起来用外卖去？我全部招车，我搁一人送一包，二四六个加钱，第七个你卖叫等嘞，我搁加一包。来，姐姐。全部车了，确定了没有了？二四五个人去，最后去一个价钱，唔免五百，三百咯。来三百，来。来个人要食沙茶炒羊肉无？三百块，沙爹羊肉，炒好嘛，你两个吃。对。来三百，还有要吃炒羊肉吗？三百块，炒羊肉。三百。拢有啊，都有了哈。来谢谢，我来一下。来个，你买什么？我你买啊。我鱼肠，我爱买，你两个两个。有一场哦，有一场好啦。有一场好。来，阿爸先来卖一个小林阿婆。你看后尾食药膳猪脚，伊只猪脚啊，伊只猪脚同个你个用，小只汤个哦。伊只内底有加土豆，伊只内底有加土豆个哦。伊只猪脚同个哦，咱拢免煮，伊只方便，伊只工厂本地个，你个煮法做好起来吼。伊只一包我煮拢三百多块，药膳猪脚汤。即个加土豆，一包卖哦，你加五百四百，爱食来三百块，我三百块。三百块哦，要算主角，咱个人要来三百。有人要食猪脚的无？三百块了。你猪脚才几箱啊？来箱尔。个人要食猪脚的三百。我甲恁讲吼，我招五个人去。你若要甲我买一包猪脚啊，我一包无爱用，我一包要送你，我一包要请你。来三百。一个人去两包当然。我无甲你发六百，无甲你发五百，两包加起来是五百，唔得全部五块嘛无啊，一箱尔，先加钱，用我小罗好食，三百咯。来三百。来，两要食药膳猪脚无？三百块，三百块，三百。我一包猪脚给你百五尔，全部五个人家给他炸一箱尔，上先加钱一箱尔，两百块好来，两百块咯，两百咯，来两百块了，给他去聊，来两百咯，两百块咯。来，两要食猪脚无？两百块，两百块咯。真诶。两百咯。最少卖皮啊，这拢三百啊，一百八啊。来三个。来，我带来来收了。来，最后这两个两百上面吃，药膳猪脚汤，两百块，侬都要大家欢喜些，没关系。来，这有猪脚的无？拢有啊吼。啊，这我跟恁讲哦，这包猪脚，我加你一个，你做高尔夫球啊，你知无？一个头哥啊，家去弥陀夜市拢搞要买一箱，伊搞要买足济家一箱啊。来。你若唔买买过人家死的人家，你甲我试食看嘛，甲你香骨好食，一百咯。一百。没有买过的客人，你试试看看，一百块咧试食看嘛，一百块咯。没有。阿杰哥。人要试食无？一百块，一百。我两个。来，还要试试的吗？最后两个客人一百块。谢谢美女，谢谢。一百个人没有无？最后两个客人一百块。我媳妇啊，又分享几个客人。我来五杯了。最后一包没有了，你啊。哎，加油。竟然一包一百上面也没有了。这一包有人要吃无？一百块而已哦。谢谢啊，美女，存一包了。来，第一个买两百是谁？第一个。你第一个买两百，这包我有冰箱冰个了无？我存一包卖给你做对了。啊，我一包六百二，我等下一包同款来卖出去啊。你敢买啊？我来送七十块，你欢喜些，好吧？感谢你的支持，姐你来送七十，我变全部包到来欢喜包去。剩那一包给他高兴没关系，好吧？你看有没有吃，上面吃鲔鱼汤，
我来你要吃卖三百卖二啊五，新价钱的一百块落来一百。啊，一百。一百落，要变咩啊？一百落。我来平一个。我一头有咩啊？我安尼一百块了啊。算了，那我这个不能贵啊，一百落。我一头上面要变咩的？请你注意。三一百落。我一头有人要吃吗？一百块了啊，一百块。是耶。一百，一百，一百，好吃啊！一百了。今仔日固定咱若要吃，咱就有啦，一百块了。来一百拢有啊。来呀。你要两包，两个等于等于一千啊，还是有两包，比较贵点。一百啊，要是买一百块尾鱼汤，拢有啊，都有了哈。好来，谢谢，要收了。来啊，再来，你买什么？我来讲，我来煮啊，一包一包带上。来煮，把好的物件寄起来无？来，你搞一箱那个用那个石膏缸哦。石膏缸，哎，你看那边有鸡块无？而且含量率80%的鸡块，这根本用气炸锅用煎的钱也拢会省。这一包我要鸡块啦，这个混容易，该超过200就400对吧？唔免400，嘛免落你个三块。你若要食鸡块，只要买200，含量率80%哦，300上面去。来300。到时候有小朋友要食鸡块的无？300块有人要煎，有人要煎的无？有气炸锅的无？300楼。鸡块有人要煎，要煎的无？300块。300楼。大家伙。来啊，一百块零啊，一百块零啊，十块卖啊，千块卖，几块卖，四千块就会使啊。来啊，双包就车啊，三包啊，免五百，四包免啦，三包上面啊，三包。三包。有两百只鸡块，买鸡块。三包两百只鸡块，这一包剩一百了，300块两百只无？炸只了。哎。含肉率八十趴啊。一百块零，一百块零，一百块零。三包。一包过来，四个人给四包，免五包，三包了。哎，三包好几块。